天呐、啊，就是921啦。提起了921呀、啊，相信大家就会提醒啦、啊，记忆那是21年前的事啦。那样的瞬间呐、啊，天摇地动。时间是大家在做梦好梦的时候看到了画面啊，这种不堪一摇一震总是很脆弱啦。什么最坚固？那经不起天地一怒。看看哦，在当时跟宏源中间、啊、有一段的路、啊、那突然间这样的一阵就看到了太阳拱起来、啊、也有断掉的。我们去看灾的时候，我也曾经走在这样的那路呢，都是一段段的裂开，那种健壮的大山、啊、也经不起呢这样的一阵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天地威力之强，人力哪能胜天呢？所以我们人啊还是很卑微的，不要一直感觉我真强，我有力。总是呢，我们要用很谦卑的心来每天面对的人与人之间，何况呢，对天对地，我们更要谦卑的，要虔诚的。人与人之间呐、啊，那一年，1999年，除了我们921以外，8月17日是土耳其的大地震呐、啊，他们的地震的强度啦、啊，也有7.4的强震，非常的。严重啊，慈济人啊也是投入去帮助。那个时候慈济人已经在那里啦，夫妻室呢在联合报啦有一个角落呢，那一篇文啦、啊、就说土耳其大地震，台湾在哪里。那我就看到了联合报啦，我就说赶快联络这位胡先生呢，他是谁，那赶快去找他，跟他说那里已经有慈济人。所以从这样的连接起来了，不能去的我们这么遥远，有人去，但是我们呢要呼吁出来有力的处理，能去帮助。那无力的人呢，都出钱点滴火去啦，落街头去换物啦。那个时候，慈济列车来花莲联谊会啦，还是呢，都来向我诉苦的。说，阮阿师父爱阮去帮忙托尼基上街头劝募，我们都被骂了。这个时候，心里呢总是那一分的很忧郁啦，感觉这么多人啊来诉说。他们为了土耳其劝募这样的声音，这样的被批评被骂的，
我能为他抚慰，但是谁能知我心啊？我也是很担心，因为呢，声音大了，等于呢，在自己在诅咒自己一样的，所以啊，真担心呐。所以无意中说了一句话。台湾要亲像托尼基安尼，不是不可能，不是不可能，哪想得到那一天的凌晨，那突然间啊，天摇地动。同样，大家呢都往外冲出去，我也出去。在外面，后面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，那就是师贤。伊就讲：“师父在讲咧，台湾要亲像托尼基，唔是无可能。好是吼，说出口很懊恼啊。那在这个时候。”地震啊！从此开始就展开了如何救灾，就开始要如何呢？安住身心生活的规划，就在那一刻开始。所以一直以来啦，921呢，啊。假如再回忆去想，是实在是还是呢很可怕啊，也是呢很感恩慈济人呐、啊，就是一声呼吁啦、啊，人人动眼，人人呐、啊、这种菩萨从地涌出，那个时候。我一直一直都要提这样的，真正的《法华经》所说的“菩萨从地涌出”，那种感人事啦、啊、路段啦、啊，他们都很神通广大，都会想尽办法如何绕道，如何克服困难。如何到达灾区去？那天一亮啊，就是早餐都已经提供了啦。这都是慈济的，发现到了慈济菩萨呢，及时引涌出来这些、啊、人干呐、啊。真正的才是真正的看见人间，人间的力量，这些很真无简单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回顾那一年呐、啊，我很期待的这个历史，期待更多人来分享过去。把这样的近代史把它记录起来，世纪上的一环，这么的惊天动地啦，这一波的地震哦，所以还是大家的爱心啦、啊、菩萨的能量这样的涌现，这都是值得去留历史，很需要。那这回顾过去啦，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呀、啊！所以呢，一直说莫忘那一年，越想越多，越讲越长，总是呢很期待啦。各位菩萨，我们回忆，让我们的脑记忆啦。
这个细胞呢，让它活跃起来，这对自己的心脑都有帮助哈、哦，才不会失忆症。不要说我年纪大了，我想不起来，多少都可以去想，脑力激荡，让脑的这个细胞啦，让它回忆起来。大家提供哈、哦，我们要如何来写好这一段的事迹？好、哦，我们把它写起来，所以实际的大事迹要靠大家来回忆哈、哦。